又到了我们抽抽乐的时间了，我们来抽一下看看有什么东西哦。嘿，来个五连抽好了。我还蛮希望拿到那个传说水晶的，这样子我就有那个克里希的造型。那来试试看手气吧。获得牛魔王的造型，纽约警察，然后60个宝石，金币90个宝石，金币，那我们再抽一次哦。缺个神一哎般的呦，队友吗？哎呀，这局没有他，但是抽到造型了，嘿嘿。我的生命永垂不朽。这只我也没有。OK，然后另外有60个宝石、金币，还有5个造型碎片。我听说，如果有这个造型都有的话，一定可以抽到克里希，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到这边，下一集再见。